你都甲我讲皇帝来，什么杨王叫我接驾？啊，乱七八糟！你听着去。啊来，谢天举红双千秋，受何不用当嘞？哎，谢天可怜大王，我当然嘛会领你。啊，你敢是朱连军？无错，如今我已经出将大名去通山虎了。安尼可见我的性命有准。 前早嘛，伫咧搬咯，我救你的性命，我着管你大富大贵。以后是上等主人，高廉无差无错，你做皇帝哦，恭喜呢！我亲身而家来告西湖，连阮时是要来聘请你。聘请我创啊？当时我有讲过哦，我若接将江山了后，我要封你为国师啊！原来皇兄你今仔日亲身而家来告西湖，连阮时。 你要请我做国师哦，无错，啊，无用的啦，无用的啦，即句话是按怎讲的？哎呀，皇兄啊，相信你到位，你嘛有看到才对。西湖灵魂寺一向祭祀万民，普渡众生见到，我搁咧讲性命卫生，我庙里的大事，我都咧插袂了啊，我要哪有可能插到对国家大事啊？无凭无用。 其实为着手残之事啊，予寡人当分难解。既然说得你给我提示，寡人的心目中是个人选，要无安尼啦。你是不是替寡人看卖咧？你叫一个人选，也唔过处人咧，是邯郸国处人。什么啊？外国人哦，对，外国人奈好。 这个身材像恁囡仔同款。哎呀，咱都不愿老大啦。洪彩丽，要看我。对。安怎？你这行的，哦，恁那番啊人，那恁臭番啊现遐重，我偏要叫要吐出。袂晓卖偏哦。番的，啊，就拄啊徛咧，拄啊到你过人坑啊。上叫你要生啊只下。啊，人讲正经的，你这个未通。未通。对。未通是看去买去买一粒通落来通。
比较就较通啦。我唔是讲马通未通，无你讲啥未通？你要来做阮这边的国师未通？挂未通？啊，无啥物人则通？啊，当然嘛，都爱阮中原人啊。因为我拄只详细甲你看，我感觉你的心术不正。好，敢若凭这点你都无够格啊！乌白讲话，你安尼凊彩看看咧，你无介意我，无要紧。你讲我心术不正，对，你就是你甲我侮辱。安尼，你这个鞋蛋鬼。啊好，安尼你即摆有甲我侮辱无？我是咧比如。我唔是咧甲你侮辱，你讲的拢无甲我侮辱，我讲的就甲你侮辱。你要对号入座嘛，无要紧。安尼，是安尼，好啦。听你这种口气，烦啊就是烦啊，讲袂听啦。你若不服吼，啊无安尼啦，咱到皇帝面头前，咱两个人来比三绝招。你若有十条圣规，我坐殿；无条件，我就叫皇帝国师你做。你要跟我比三绝招？对，好笑啊！就你这款的身材要跟我比，安尼啦，莫讲我跟你欺负啦，我拔一脚一手扭你啦，安尼拔起来扭。哦，开口呢吼，咱讲真个真开口。当时个心打得好，伊记得来讲安尼是，我讲先呢，伊那衫我穿假个，我要穿伊呢。伊拄才穿过啊了。哎，袂要紧啦。伊才穿过，换阿衫你想要穿？我啊穿看卖啊。头甲尾，无唔对。好，先呢头甲尾拢创我哩。好，敢无？难干，一言为定，数码团队横冲作出。给你告诉我，你用来算好。